好，什么样的影片是合法的哦？其实我在那个有一门课叫网络资源应用里面，各位应该都有上过哦。那这边是不是我们曾经有介绍过创用音乐？Jamendo 啊 ，CC Audio 这些都是合法的音乐，你可以拿来用。但是请注意，你要用之前，你还是要先看它的那个创作公用的授权到底是哪一种。啊，那接下来创用音效，这个音效跟音乐不一样，音效是像游戏里面的那个音效啊。那创作公用的有 Internet Archive， 这个是所有的影片啊、音乐啊。图片都有的，这个网站其实蛮好用 ，Internet Archive。那另外专门影片的有 CC Video 啊，那Film Annex 啊 ，Vimeo CC VLIP TV 里面有一些。然后专用图片有 Flickr、CC Image 啊、Wikimedia 啊、Free Photo Bank 啊，那这些很多啦哈，所以请各位。要用这些创用的创作共用的部分的影片和照片，那而且你要清楚的辨认它的授权这样你才不会触法那因为我们要求各位传上 YouTube， 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个，不然你被告了，因为修这门课被告了，实在是不太划算，对不对？好，所以请注意从这边。去找 WR.man WR.man 这里。